芒果 TV 综艺频道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觉得不需要了。有啊，常常每一天都想有放弃跟缓回的时候都有啊。有没有可以分享给你什么美的瞬间？有很多事情都想放弃啊，可是最后都是用意志力把那些都缓回了。底线，我相信就是孩子是我的底线。变胖了，然后又变回瘦了，现在那当然也会变得更成熟。嗯，那他在带孩子方面有一些什么经验吗？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嘛，而且孩子也是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所以我觉得每天都是一个不同的挑战。没有说学到什么东西，只是好好的去跟另外一个人去相处，我觉得也很重要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